班回到宿舍，小胡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那很着急的要去哪里啊？那小胖，这他们陪我去哪呀？他老公去，这里没必要来的吗？大速度。嘴上埋怨着，但脚下的步伐却更快了。原来小胡的爱人突然带着两岁多的女儿来看他了，还给他带了一些吃的。宝宝，你让爸爸抱你来看看妈妈。妈妈好想你啊，乖乖的听爸爸话，知道吗？宝宝再见，宝宝，带过来干嘛都不知道。一根红色隔离带，不到十米的距离，一家三口却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。妈妈，一定要求花白啊！妈妈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想你的妈妈。妈妈给他打拐送来，乖宝，不想要病毒染上了，做妈妈的回去了啊！妈妈。求花白啊！都妈妈这张嘴答应了，妈妈一定回去好好陪你啊！立刻就将病人从120的转运船上，带着我们的呼吸机，由他车上的呼吸机过渡到我们的呼吸机和氧气瓶，那么以快而稳的速度，那么送到我们的病房。70左右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跟他做的 ECMO 治疗，就是大致做的人工肺，这样去抢救他。先拍一下我丑的样子。感觉特别轻松，把所有的负担都给扔掉的一样。就是疲惫了，就这样。好早了，差不多有14天了吧。我每天印象都很深刻，在这里看。我们这么多危重病人，现在已经有七个人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去了，也看到很多的好转的情况，所以有新的。就是说希望也在眼前，就是好像我们从一上班开始，我是指我当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是这样子的，不会轻易去放弃的，有希望一定要坚持的。疼一下，我知道很清楚，疼一下很快就好了哈。
想说欧化。这个就是要当着病人的呼吸机接，就是这一方面呢是稍微有点危险，但是没有心寒危险。心寒是暴露性最操作最大的一个风险的操作，所以它是最危险的。包裹每两个病人要搓洗，要抹澡，然后要做抗氧护理，所有其他的分泌物里清理，是吧？还有包括过量呢，包括吸太晚，包括大小便呢，我怎么吃东西啊，是吧？都是必须做的。就是预处理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哦。救命！走进的小兵抢，然后的。我们警局的介绍，虽然我们有规管防护，但是用防护，这不管是帮你办的。妈妈没看到你的脸呢，彤彤，彤彤，哥哥在哪里呀？几个意思？他在那个窗户外面看呢，因为他也潜伏期，感冒感染我自己都不清楚，万一把老娘传染了，我儿传染了怎么办？有份力量还是在驱使我前进。智障，一种杂人呢。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，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呀。你我们得跑的话，他们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从我们开始给病人做插管来说的话，只许成功。防止这个飞沫进入医疗，进到衣服里面。我们暴露的风险最高，我们离死亡的距离最。也许当你打开口腔的那一刻，它就会有气溶胶啊，有小的这样一些颗粒分子，它自己就会出来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穿这样一层隔离衣，戴这样一层手套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在的对这个新冠肺炎这样病人做操作，是要求三级防护的标准，必须是三层的外套加三层的手套。高低的高，高低的高，三层的高。叫什么？杨。杨。因为1月21号做的那个患者做了一个手术，23号出现症状，因为那个患者确诊了嘛，手术室的护士长就会通知我，我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接受隔离。刚出了隔离期之后，高主任就是也是询问了我的意见，问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光谷这边。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其实也很难受，因为我的同事他们正在跟这个死神在赛跑。戴了很多层，做了很多，我现在快出汗了，所以我现在要保证体力，所以我经常坐在这里不动。我们马上就要进入 ICU 的污染区进行气管插管，其中两例病人属于是非常紧急的这样情况。我们的面部、皮肤离病人的这样一个口鼻位置是非常近的，相对于其他的医生来说，我们也是。离这个污染源是最近的医生，这种防护是跟你所做的面临的危险是相对应的。我们现在的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就已经完成了，蓝色的那个现在的话已经到97%了，说明病人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氧合得到一些改善。我们分两组，一组的话是白班、夜班，每一班12小时，另外一组备班的话是24小时待命。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排班的目的，就是要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。我们的最高记录是24小时内插管9例病人。因为现在值班都是24小时，其实白天还好，
晚上的话，它有时候变化会比较快，然后情况比较急。当你已经睡着了之后，电话突然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很紧张。好，我来吧 ，ICU， 然后三床是吧？哦，好好，知道了，拜拜。他有点胖，我给两毫克米唑。深呼吸来。哦。对，再来。哦。好，再来。哦。好，再来吸，还好。一旦给了药之后，你只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动作。因为在整个插管期间的话，我们病人的宿主呼吸停掉之后，体内的供氧完全是靠血液中的氧气的这样一些储备，所以对这类病人他的储备非常差，就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完成这样一个操作。我们给的药物，药物起效的话是60到90秒，我们把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限定在30秒以内，从病人呼吸停止到最后我们操作完成，2分钟是这么算出来的。我们在3个小时内完成了这样四 D 的操作，其实还是效率挺快的。如果他再有哪个病人病情突然恶化，或者其他的病区的他的病情，那个病人突然出现氧合不好，达到了插管的指征的话，我们还要再次出动。不光是现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，在我们平常的这样一些临床工作中，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些重症的病人，甚至就是说很多死亡的这样一些情况。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来讲，你必须要调整你自己的这样一些情绪，时时刻刻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。